家做出了体现。前面的灯罩。大家好。大家好。首先要先感谢所有的媒体朋友们今天在忙之中赶来这边参加这个说明会。其实我很早就想要出来做一些说明了，可是当时我认为真的有太多更重要值得我们去关注跟关心的一些事件，所以我真的不想浪费我们的媒体的资源。所以今天我还是认为如果可以的话做一个简短的说明，谢谢大家。虽然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的单纯，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我在婚后的确有出轨的行为。对此这件事情我感到非常的羞愧，我做错了。在这里我想要正式的向我的太太 Penny， 我的岳父岳母，还有母亲，还有一路支持我的亲朋好友们，还有我的歌迷朋友致上最深的歉意。我与杨小姐确实是在2010年认识的，也像之前的声明当中，在婚前确实有过交往的关系，而婚后除了偶尔的一些短信的联络，唯一的一次见面就是在今年的6月19号在成都。这次见面也就是造成了出轨的主因。我不会逃避，无论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或为什么发生的，我都是做错了。对这件事情我也觉得非常的抱歉，非常的羞愧。